还记得你小时候一看见爸爸给你买的小熊就会笑，以前爸爸能送你便宜不好看的小熊给你，但是今天爸爸送给你一个真正的可爱的小熊，因为这是爸爸最后可以给娜娜的一份礼物。我希望娜娜以后可以像可爱的小熊一样快乐健康勇敢地活下去。爸爸爱你。爸爸最舍不得你。爸爸韩俊宇，2014年4月23日。就好像你保护这个孩子，他太可怜了，他太小了。哎呀，我觉得我里边的屈辱，我帮不了他了。